我妈是我唯一的亲人，我小个的时候她一直都很忙，只有在吃饭的时候我才见到她。加饭佬，无论几忙都好，她都会陪我吃饭。加饭，今晚回不回去吃饭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现在轮到我很忙，讲起见面的时间就越来越少。Hello， 妈，今年回不回来过年啊？好忙啊，迟啲先倾啦。OK 啦，我唔阻你啦。过年咯，今年又唔翻啊？我终于明白他为何时时叫我加饭，其实我吃久一点的话，我就可以陪多他一会儿。